最后。哇塞，这么大，这么长，激动的心颤抖的手，我们看看它到底长啥样。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大鲨鱼了，它真的好大呀，全身都是这种灰色的，我的老天爷。群众的吃瓜速度也太快了吧。哇，你看这个鲨鱼好大哟。还十多大个，我发现我好多小粉丝呀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香辣鲨鱼和烤鲨鱼。哇塞，它这个肉真的好嫩好嫩呀。快来给大哥好好的腌制一下，来点这个小料酒。开始吃饭喽。来喽。开始喽。哼，我来干这个大尾巴。好好吃。大崩溃，天天吃肉也太满足了，这个鱼肉真的太好吃了。等了大半天终于吃上了。特别好吃，棒极了，味道超级棒。